什么不按我赞？马上按起来！不好意思，我一夕之间把它补起来，我再不赞了。一夕之间把它补起来，假棒棒，假棒。就是今天早上呢，新闻的内容呢，就是在说我跟伟静不合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直击伟静的反应。OK。Oh my god， 伟静。早安。来来来，你有看到早上的新闻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我现在马上。为什么不按我赞？马上按起来，不好意思。我一夕之间把它补起来，我全部都一夕之间，我再不赞了。一夕之间我把它补起来。而且我耳机里面听的是什么？你猜？什么啊？麦田区的专辑。要多塞，要多塞，多塞。好了，再问一下啦，因为今天有说什么？你这边是什么不回应？我这边不回应吗？没错，没错。请你妈妈我经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姐，没有不回应。太早，因为太早，是不是八点钟？八点钟不回应，不回应。不是因为我收到，我收到想说，哎，要怎么回啊？就没事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就是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回，所以我就直接没有打开那个讯息。回应超错的，好不好？是。因为其实我们前几天鱼百见面会那一天的时候，对，那个谁啊，我就说已经贴到我们五金，对，他就问我们两个说，哎，不合要说。对啊，然后他今天美丽新闻出来之后，然后楼刚刚又再发一次，因为楼本来不相信，对，他今天看到新闻，他说，你们真的不合哦，然你老贵啊，我之前一直合作呀，哎，龙云说在里面哦，龙云说，你最好跟他说一下，他说吵架不讲哦，哎，如果我们真的吵架，那我们也演太好了，对呀。拍那个高流量的影片，还有人说我们那个高流量的影片是在故意。对，而且那个影片PO的时候，然后我在下面留说谢谢伟静请客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看到皮卡，然后后来我才去看到那篇文章，然后下面说那小赖好客，我就说我没看到。龙俊硕说快点假抱抱给他们看，假抱抱，假抱。还要特地开直播，有开人说，哎，伟静都没有帮小赖PO歌，哎，我也没有帮杰明丑丑帮他PO好吗？对，这倒是全部没PO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不 care， 是因为他没帮PO，好都一样，因为我们已经熟到我们之前发专辑好像送彼此，现在都不送。不用花那个成本去送太熟的人了，好吗？对，但是如果有需要帮忙的，我们都讲一声哦，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走这路线。林有帮我抛，都没帮我抛啊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大家抓到半年前，我不是没跟他们出去玩吗？因为是那边我都在准备我的专辑，我都没空。我根本没空。你们如果有新的料，你们可以继续那边盖楼。对了。